我们在坦克里面的视觉很模糊，对我们成员来说要迅速捕捉目标，要准确，在恶劣条件下对我们装备的性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像我们这个坦克的三大专业，要想提高自己的等级，不仅要掌握本身专业的水平，而且需要掌握这个其他专业的相对应等级的水平。夜间观察目标的话，相对来说比白天的难度大很多，加上今天阴雨天气，可能说观察目标对于射手来说有非常大的影响。